应承我唔好乱谂嘢。你今朝唔系去自修室温书嘅咩？做咩翻嚟啊？你俾贼打劫啊？叫咗你唔好乱谂嘢噶嘛？做咩你翻转头啊？我咧头先同我同学一齐去自修室温书，咁佢有啲唔舒服，我咪邀请佢上嚟唞下咯。女仔嚟嘅。女仔啊，唔好乱谂嘢啊！咁佢而家喺楼下门口咋？你做咩唔俾人入嚟啊？你应承咗我先，唔住我对话。哎呀，咪阻住佢！你做 ，Auntie 你好啊！你好，靓女啊，入得门口噶啦！嚟嚟啦，入嚟坐下啦，快啲。我嚟讲嘢啊！嚟啦嚟啦，慢慢倾下。嚟，过嚟呢度坐低先吓。女朋友，女同学，哎，你叫咩名啊？叫 Shadow 啊？唔系问你啊，你边度唔舒服啊？我见有少少痛。哦，呢几日唔方便啊！我明噶，我后生嗰阵咧，咁耐之前啲嘢唔好提啦。女人讲女人嘢，男人唔好插嘴。唔系女人嘢，我有少少胃痛。嗱，唔系女人嘢啦，俾人哋唞下啦。咁我哋咧过嗰边 sofa 嗰度咧去唞下下，休息下，嗰边咧舒服好多噶。我凳都未坐暖喎，呢度舒服啲吓。唔该。你哋好熟噶，同班咗三年。哦，一齐咗三年，一齐读书，读书识咗三年。OK， 你屋企得你一粒女啊？系啊。爸爸妈妈身体好嘛？好，好噶。喂，你有肚啊？我想去煲啲鲜奶你饮啊。哇，你都未煲过热鲜奶我饮喎。你都冇胃痛啦。你睇家人几锡你。够啦嘛。不过胃痛咧，就唔好乱饮嘢，咁啊饮暖水好啦。嗯，咁我斟啲暖水啦。唔该。你成日都胃痛噶？嗯，间唔中啦。不过咧，今次就特别痛，所以要上嚟打搅你哋。唔打搅。妈，冇晒暖水咯。冇啊，即刻煲咯。啊，慢慢煲啊，吓，我哋倾得好好啊，唔使担心。哇，你咁讲得真系唔慌唔担心。阿 Shadow 啊。你咧有冇拍拖啊？嚇？有冇拍拖啊？哎呀媽，呢啲嘢關咩事啊？真係啊！我咧阿家人啊就九代單傳，咁我都好想快啲抱孫啊！呢啲關佢乜嘢事啊？阿 Shadow 你咧面色麻麻地，咁我有啲擔心，你使唔使睇醫生啊？唔使噶啦，每次咧都係坐一陣佢就會好啲，慣噶啦。慣？唔得怪唔怪得，病向浅中医啊！我唔系讲呢个钱啊，你家人都成日咁讲。我边有搞啲咁嘅难嘅？你啊，佢会睇医生啊，你俾佢唞下啦。哦，咁不如入房唞咯。吓，唔使啦 ，Auntie， 坐喺度唞一阵，跟住会继续温习噶啦。哎呀，胃痛都挂住温书啊！你真系乖女啊！我哋啊，李家人咧就挂住打机，唔挂住温书嘅。家人，不如你都试下胃痛咧。不如你都试下胃痛啊！哦，你有冇事啊？啊冇事啊！哎呀，胃痛啊！咁不如我攞阿家姐上次搽嗰支油俾你用啊，好唔好？哇，精神晒啊！即刻，即刻去温书，哇，有啲感。衰仔。
迎收睇《醫生與你》，今集有我鄭瑞文同容樹恆醫生 Patrick 同大家主持節目嘅。嗱喺啱啱嘅處境劇入面，家人嘅同學 Shadow 咧，温温下書就覺得個胃啊好唔舒服啊。其實咧喺我身邊都有朋友咧，成日話佢胃痛嘅噃。嗱聽佢哋講咧，有時食得太飽會痛啦，晏咗食飯餓得滯又會痛，有時咧做嘢忙得滯啊，翻工緊張得滯咧，又會脹住食唔落飯，辛苦起上嚟咧，有時就算食藥都冇用，好困擾噶。胃痛胃脹其實是一個城市人咧好常見的痛症嚟嘅，背後有很多嘅原因嘅。咁如果要持續有胃脹胃痛的情況，不要以為食咗胃藥就等於冇事，因為 keep 住胃痛咧都係一些嚴重疾病，例如胃潰瘍甚至胃癌的症狀嚟噶。有冇咁嚴重啊？嗱，又唔使咁緊張，因為咧呢啲只是很少數的人的情況嘅。好似你咁講啊，好多香港人都有胃痛的煩惱嘅。呢、這個痛症咧，同我哋飲食啦、睡眠啦，甚至生活壓力咧，都非常之大關係噶。咦？呢個題目啱我喎，不如一齊傾啊！Justin， 你係我哋嘅腸胃科專家，呢集點少得你啊？不過今集你的角色有啲轉變喎，由我哋主持咧變做嘉賓，講解下胃痛嘅問題。麻煩你過去坐低，我哋轉頭介紹你啊！冇錯啦，等我正式介紹啦。今集我哋嘅嘉賓有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腸胃及肝臟科教授胡志遠醫生 Justin， 同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研究所召集人註冊中醫師鍾志豪博士 Vincent， 同我哋一齊傾下胃痛嘅問題嘅。歡迎曬兩位 Justin 我想問咧，其實喺你嘅病人當中咧，會唔會好多人都係有胃痛嘅咧？其實胃痛咧係一啲好常見嘅消化道嘅症狀嚟噶。一般咧，我哋見到有胃痛嘅病人咧，當然咧就要查清楚原因，然後先去對症下藥啦。一般我哋講胃痛或者胃部不適咧，意思就係話咧喺肚臍對上上腹嗰個位置，可以係痛啦，可以係脹啦，又或者食咗少少嘢咧就已經出現早飽嘅症狀。亦都有啲人咧係好似個胃好似著火燒住灼熱咁嘅感覺嘅。胃痛咧，當然咧都可以由於一啲結構性嘅消化疾病嘅原因啦，胃潰瘍啊，或者比較嚴重啲嘅胃癌等等咧，呢啲就係我哋講嘅結構性嘅一啲胃病啦。嗱，除此之外咧，胃嘅附近一啲嘅器官，例如肝啊、膽啊、胰臟等等咧，如果出現病變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引致一啲類似胃痛嘅症狀。所以我哋去跟進呢啲病人嘅時候咧，我哋檢查咧都係要格外小心，唔係單單睇消化道嘅症狀，而係睇睇咧附近嘅器官會唔會都出現咗問題嘅。不過咧，大部分嘅人十居其九，做咗好詳細嘅檢查咧，其實都揾唔到特別嘅原因嘅。呢一個就係我哋講嘅胃功能失調啦。咁但係咧，我哋好多時咧，即係有胃痛嘅情況咧，大部分人咧都係食粒胃藥，唞下就算啦。咁去到一個點樣嘅胃痛嘅程度，你會建議病人要去睇醫生做檢查咧？首先我哋都會睇下嗰個胃痛持續咗幾耐啦。一般咧，有陣時食嘢食得豐富，個頭食滯咗啊，或者食咗啲唔乾淨嘅食物，個胃有少少唔舒服，可能都會持續幾日或者一兩個禮拜。但係如果呢一啲胃嘅症狀咧係持續超過兩個星期或以上嘅話咧，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咧去睇睇醫生，去作出一個初步嘅診斷嘅。嗱，除此之外咧，有一啲高危嘅病徵咧，我哋都要留意嘅，例如咧持續出現嘔吐啊。或者體重急速下降啊，又或者咧，我哋問到發覺啊，原來屋企裏邊都有啲人以前試過有嚴重嘅胃病，例如胃癌等等咧，咁我哋都會建議早少少去睇醫生，去進一步做一啲嘅檢查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咧通常話做胃嘅檢查咧，我哋就會即刻諗起咧就係照胃鏡啦。咁照胃鏡嗰個程序係點，同埋照胃鏡可以睇到啲咩咧？照胃鏡或者我哋俗稱嘅內窺鏡咧，都係一個最普遍嘅胃痛嘅檢查嚟嘅。一般咧，我哋就需要病人咧喺半夜之後要空腹啦，然後咧喺做之前咧，我哋會噴一啲局部麻醉，同埋咧係打一啲嘅瞓覺藥、鎮靜劑等等，等佢瞓咗覺咁樣嚟做。咁然後咧，我哋就會用一個內視鏡咧，經過喉嚨入去食道啊、胃啊、十二指腸啊咁樣，就睇清楚裏邊嘅結構係有冇一啲嘅異常啦。會唔會有一啲損傷啊、潰瘍或者其他一啲比較嚴重嘅情況？同時間咧，我哋都會喺個胃裏邊咧攞啲組織化驗，去睇下有冇幽門螺旋菌啦，又或者咧其他嘅病變咧，我哋都會同時間咧會攞一啲組織化驗嘅。Justin， 咁除咗照胃鏡之外咧，你對於治療胃痛嘅病人咧，做咩其他檢查會做㗎？有陣時候咧，除咗胃鏡檢查之外咧，我哋都會進一步咧做一啲嘅造影檢查啦，例如超聲波啊，或者電腦掃描等等咧。咁就可以俾我哋睇清楚喺胃以外嘅其他嘅器官會唔會都出現咗一啲嘅毛病？另外亦都有個別嘅病人咧，比較年輕少少，30歲以下，
如果我哋初步嘅診斷覺得佢冇一啲高危病徵嘅話咧，有陣時都唔係必須要照胃鏡嘅。咁而係咧，我哋會幫佢做一個叫吹氣檢查，係 check 有冇幽門螺旋菌。咁呢個咧亦都可以係一個取代照胃鏡嘅方法嚟嘅。嗯，但是呢我們一開場都有講到啦，即如果我們用排除法排除曬所有有關結構上的問題，而又繼續都係成日有胃痛啊、胃不舒服的情況出現咧，就是有呢個嘅胃功能失調啦。咁其實即喺胃功能失調上咧，會唔會話啊呢個病只可以用排除法先至可以去叫做確診佢嘅咧？嗱，同其他嘅結構上邊嘅胃病唔同咧。胃功能失調咧係一個以症狀為本嘅臨床診斷嚟嘅，所以的而且確咧就冇一啲嘅檢查可以確診呢個胃功能失調。咁既然個結構冇問題，點解啲病人個胃都會唔舒服呢？因為咧個胃本身咧喺功能失調嗰方面咧都會出現一啲症狀嘅，例如如果胃嘅痛覺神經線敏感嘅話咧，咁嗰個人食少少嘢可能已經覺得好脹頂住咁樣，就好似我哋講嘅火警鐘唔明啦。明明咧冇火冇煙，但個火警鐘就響啦。嗱，除此之外咧，胃嘅蠕動嘅功能失調咧，都會引致症狀嘅。例如咧，胃嘅排空嘅功能咧，如果食完嘢之後個胃減少咗蠕動嗰個功能嘅話咧，一路咧食物唔能夠消化排落去十二指腸嘅話咧，就會出現咧持續幾個鐘頭都好似消化唔到咁嘅症狀啦。啊 ，Vincent 啊，喺中醫嘅角度點樣睇胃功能失調咧？咁根據2017年中醫專家嘅一個共識啦，胃功能失調咧，其實咧就分咗三個主要嘅症狀嘅。咁第一個咧就係脾胃虛寒型啦，咁呢啲病人咧可能都會咧比較攰啦，手腳容易冰冷啦，即係飲啲熱水或者撳下肚嘅時候咧，症狀咧就會有所緩解嘅。咁其實啲病人可能大便都會比較懶嘅噃。咁第二種症型咧就係脾胃濕熱啦。咁呢啲病人咧可能佢會有啲口乾啦、口苦啦，但佢又唔想飲水嘅，甚至會有啲想作嘔嘅感覺。咁可能啲小便會比較黃啦，大便咧亦都係唔會咁成形嘅。咁最後一種咧就係肝胃不和啦。咁呢啲病人咧其實個怯納部咧佢就會有啲覺得脹住嘅感覺，咁啊成日想唉聲嘆氣啊，或者心情唔好嘅，咁亦都會有啲嘔氣嘅症狀。咁通常嚟講，呢啲病人咧佢心情唔好嘅時候咧，佢嘅症狀咧就會發作或者加重噶啦。咁其實咧呢一三種症型雖然係好常見啦，咁但係都其實咧有啲病人就唔屬於呢三種症型，或者佢係牽涉到兩個症型或者以上嘅。咁所以咧，我哋做診斷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專業嘅醫師啊，睇翻佢嘅症狀啦，咁然後再決定咧最適合嘅治療方案嘅。Justin 啊，一開始你講過啦，十個有九個胃痛咧，都係胃功能失調嘅。香港有幾多呢類型嘅情況咧？胃功能失調咧係香港最普遍嘅消化道疾病嚟噶。咁大約喺十年前咧，我哋做過一個大型嘅社區嘅普查，就發現咧係患上呢個胃功能失調症狀嘅人士咧係有11%。意思即係話咧，每十個成年人咧，就有一個咧係患上胃功能失調，大約咧係有大約73萬人咧係有呢個毛病嘅。我哋發現咧，大部分嘅病人咧都喺15、16歲左右咧就已經出現呢個病徵嘅啦。但係近年咧，我哋亦都留意到咧，胃功能失調嘅發病咧係有年輕化嘅趨勢，當中唔少一啲小學生咧已經出現咧朝頭早起身個胃頂住脹住作嘔嘅症狀。除此之外咧，在女性當中咧，我哋發現第二個高發的年齡咧，就係喺更年期嘅前後啦。咁既然唔係結構嘅問題啦，咩原因引致胃功能失調咧？個病發嘅機制係乜嘢咧？胃功能失調發病嘅原因咧，其實好複雜嘅，當中咧係牽涉到咧同腦部嘅互動。好多時候，如果一個病人出現一啲壓力嘅一啲嘅情況，又或者瞓得唔好嘅時候咧，胃咧就會變成出氣袋啦。咁佢哋嘅壓力咧就會投射喺個胃部裏邊咧，就會產生一啲嘅症狀。例如咧，飲少少凍水咧，咁個胃咧就會收錯咗個信號，以為咧食咗毒藥，就會出現一個好嚴重嘅胃痛嘅情況啦。嗱，咁除此之外咧，胃本身咧，佢入邊嘅一啲嘅功能咧，都可能會出現咗紊亂嘅情況嘅。例如咧，腦神經嘅傳遞物質方面咧，都會變咗咧係好唔正常咁活躍嘅，以致咧呢啲情況咧就會令到咧個胃咧亦都比較容易咧係有痛覺嘅反應。嗱，咁呢一啲嘅物質咧，其實咧我哋講緊嘅一啲叫做神經傳遞物質咧，就同個腦咧其實咧係共用嘅，所以胃咧亦都係我哋個小腦袋。如果腦部嘅功能有問題，例如唔夠瞓啦、情緒啊、壓力等等咧，咁同樣嘅功能失調咧，亦都會投射喺胃嗰度嘅。同埋咧，有一樣好得意嘅咧，就係雖然日頭咧嗰個胃功能嘅症狀可以好嚴重啦，但係往往咧病人瞓緊覺嘅時候咧，嗰個症狀咧就會完全冇曬嘅啦。嗱，但係無論如何咧，佢哋嗰個病徵咧有陣時咧都係好難分別過嚟嘅，所以我哋好多時候都需要做一啲檢查，係分別兩種嘅情況嘅。
哦，咁即係話咧，其實胃功能失調嘅病人咧，唔單止只係胃痛，仲會影響身體其他部分。正如我頭先講，胃功能失調咧係一個功能性腸胃病，而有功能性腸胃病嘅人士咧，佢同時間可以有多過一個嘅情況嘅。有好多嘅胃功能失調嘅病人咧，同時間大約有一半咧都會有一啲叫做腸易激綜合症嘅症狀，例如佢哋可能會有肚脹啊、肚痛啊，或者係便秘、肚屙等等嘅問題嘅。所以咧，胃功能失調咧，其實係整個身體個痛覺神經線敏感嘅其中一個部分嚟嘅。阿 Vincent 啊，喺中醫嘅角度咧，情緒又點樣影響我哋嘅脾同胃咧？咁其實咧，我係有一個叫七情嘅理論嘅喺中醫入邊，其中一個咧就叫思，其實就係思慮啦。咁當一個病人咧，如果佢思慮過度，諗嘢諗得太多咧，佢有壓力嘅時候咧，佢就會好嚴重咁樣影響到呢個腸胃嘅功能嘅噃。咁另外咧，有一點好有趣嘅咧，就係怒啦，憤怒。咁其實咧，憤怒咧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係會影響肝咧，就調節個氣嘅功能嘅噃。咁當佢咧，如果個病人成日都嬲，咁然後咧令到肝嘅調節氣嘅功能唔好咧，就會影響到個脾胃咧，啊令到咧嗰個病人出現呢個胃功能失調嘅症狀噶啦。咁呢個咧亦都印證到點解咧，其實好多胃功能失調嘅病人咧有抑鬱或者焦慮嘅症狀嘅。嗯，明白。咁胃功能失調咧，其實唔少人都可能會有啦。咁但如果我哋長期唔理佢咧，會唔會有機會話啊佢會惡化落去，演變成一啲嚴重啲嘅病，例如胃潰瘍，甚至乎係胃癌嘅咧？胃功能失調咧係一個功能失調嘅病，所以佢係唔會引致一啲結構嘅一啲嘅併發症。但係咧，我哋見到好多胃功能失調嘅病人咧，因為佢都經常擔心自己個胃咧係有嚴重嘅病啦，所以就會引致情緒啊、失眠等等嘅問題。而因為一個情緒或者失眠啊、焦慮嘅問題咧，又會令到佢嘅胃痛咧會更加嚴重，所以就會出現一個惡性循環，最後咧就兩種情況咧都會越嚟越嚴重啦。咁如果大家或者你身邊嘅人出現呢啲嘅症狀，記得要去睇醫生啦。我哋節目咧成日都提醒大家咧，唔好諱疾忌醫啊。有咩唔舒服咧，記得要去睇醫生。但我知道咧，有唔少胃功能失調嘅患者咧，就算已經做曬所有檢查咧，都會過分擔心自己胃痛嘅情況。嗱，呢種健康焦慮咧，就會令到佢哋嘅胃痛嘅情況更加嚴重添。嚇，咁點算啊？時間差唔多啦，留翻 下一集啦，我哋繼續請 Justin 佢哋講解一下胃功能失調嘅治療方案，記住留意啦。而跟住落嚟咧就係醫食同源嘅環節，睇下有咩食療好介紹啊！中國自古有醫食同源嘅概念，而現代營養學亦都著重食物成分同身體嘅關係。所謂人如其食，養生係需要智慧。當濕度高嘅時候咧，咁都會令人有唔同嘅不適症狀嘅。咁例如譬如腸胃嘅唔舒服啦，覺得譬如個人好疲倦啦，手腳覺得酸酸攰攰啊，好重聚咁，又或者係四肢甚至會有啲浮腫嘅現象啦。咁中醫認為咧，濕呢個致病因素咧，佢嘅特點係比較容易黏滯啦，容易積聚啦。咁佢當佢容易積聚喺一啲關節啊或者下部嘅時候咧，就會令我哋容易有一啲譬如關節嘅酸痛啊，又或者係下肢嘅一啲浮腫啊等等嘅問題嘅。而五臟六腑之中咧，脾係負責主管四肢同埋運化水濕嘅。咁當濕邪太重嘅時候咧，影響到脾胃功能嘅話咧，就會令到容易多咗腸胃不適啦，又或者係一啲手腳酸攰啊、下肢浮腫啊等等嘅症狀出現。咁今日咧就介紹一個食療湯水俾大家啦，愛嚟健脾去濕嘅。咁就係呢個五子毛桃去濕湯。咁裏邊嘅材料咧，包括有五子毛桃啦、白扁豆啦、淮山啦、陳皮啦同埋瘦肉。咁其實佢整體嘅功效咧，就有健脾去濕嘅作用啦。咁其中五子毛桃咧，又有補氣又有去濕作用嘅一個藥材嚟嘅。咁另外白扁豆啦，佢又可以健脾去濕啦。我哋平時有時遇到一啲慢性嘅腹瀉咧，有時我哋都會用到嘅。咁淮山佢除咗健脾胃之外咧，佢亦都係養陰嘅一個藥材嚟嘅。咁我哋平時喺保健嘅時候亦都常用啦。咁所以加埋嘅話咧，就會有一個健脾去濕嘅功效啦。煲法都係好似平時煲湯咁啫，我哋大概用10碗水左右啦，浸泡一下啲藥材先，大概15分鐘，跟住就猛火煲滾咗，轉中火煲大概1小時。煲完1小時之後咧，就可以將瘦肉加落去啦，再煲大概1小時時間啦。咁出嚟嘅話就可以飲湯食肉都 OK 噶啦。
近年唔少一啲年輕嘅女士咧，亦會留意到自己啊容易水腫啊，咁就覺得自己可能成日都濕氣重，咁於是咧就會可能煲一啲去濕嘅湯水啦，又或者買一啲有去濕作用嘅一啲飲品嚟飲用嘅。咁但係當你飲用呢一啲嘅湯水或者飲品嘅時候咧，都要注意一下。如果裏面有一些譬如薏米啊呢一類嘅性質比較滲膩的一啲中藥材嘅時候咧，其實都要比較小心嘅，因為咧如果女士係準備懷孕啦，又或者已經係孕婦嘅話咧，其實飲用呢一啲嘅湯水嘅時候咧，都有機會對懷孕係有所影響嘅。水腫的成因有很多，如果想在飲食上面解決水腫的問題，我們需要特別注意鈉質、鎘質和水分的攝取。在日常生活中攝取過多的鈉質有機會引致水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成年人每人每日的鈉質建議攝取量為不多於2000毫克的鈉質，相當於大概5克的鹽分或者一茶匙的鹽分，又或者是兩湯羹的豉油。但是根據中文大學早前的一項研究顯示，原來香港人成年人每日平均攝取的鹽分大概有10克，足足是多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兩倍。一般常見的高鈉質食物包括了鹹味的小食、加工和醃製的食物，例如是一些醃製菜或者是加工肉類，好像午餐肉腸仔等等。建議大家多選一些新鮮或者是冰鮮的蔬果或者是肉類，少選一些醃製肉或者醃製菜。在出街吃飯的時候，盡量少揀一些多汁的餸菜。如果吃湯麵的時候，盡量少喝那個湯，因為那個湯的鈉質都比較高的。如果家煮嘢食的時候，少用一些高鈉質的調味品，例如鹽、豉油、蠔油等等，建議可以用一些新鮮或者天然的調味品，好像是姜、葱、蒜或者洋葱、芫茜等等作為調味的。那在買包裝食物的時候，怎樣才為之是低鈉的食物呢？原來有低鈉標籤的食物入面，每100克的食物有不多於120毫克的鈉質才為之低鈉的。除了減鈉，我們都可以吃一些高鈉質的蔬果去平衡鈉質的攝取。一些高鈉質的食物包括了是奇異果、香蕉、西蘭花、羽衣甘藍、薯仔等等。大家可能以為水腫就要飲少啲水，避免加劇咗個水腫，但其實水分嘅攝取對於幫助排走過多嘅鈉質都好緊要噶喎。咁衛生署就建議我哋成年人每人每日最少飲6至8杯嘅水分，咁包括咗啲流質飲品嘅。如果係喺天氣比較炎熱或者係運動量較大嘅日子，就記得要再飲翻多啲水去補充水分嘅流失啦。